来刘干事，我们看到韩国瑜今天在政见发表会的时候，他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就在于说特侦组，他上任之后，他要把特侦组恢复。我们看着特侦组在2016年的时候，蔡英文一上任，第一件事情就把特侦组废掉了，因为之前特侦组查的就是查弊啊。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时候，有这么多的一些案件在我们的这个触控上面出现，而这些案件现在也是人民心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疑惑，日子过得不好，总是要把这些事情给厘清楚吧。今仔多韩国瑜正班的，讲到人民最大心内的痛。今仔若特侦组无废掉，你看这鸟敢安尼蹭吗？会当安尼嘴讲爱台湾，实在是咧爱台票，甲咱食偌济卖讲哦。你敢若读我的演讲，我来到这个台中啊，哦，伫这个台大。在这个所在的海口啊，迄乡亲刚才看迄个电视，韩国瑜的讲话，讲要恢复特侦组，大家全拍无啊！我奇怪，无恁是咧恢复特侦组，恁是咧拍无啊，还是拍安那？哦，原来人民心中的痛就是讲，因的贿款钱、缴的税金钱，去予安尼一个执政的人操搭。是，所以。伊甲咱讲，伊若搁连任无要食啊！你看，你啥物人要？我问你，看啥物要相信？无人要相信。今仔3000几个负债查袂出来，第三，我相信检调哦，包括万军查袂出来。检调内底有足济有良心的人，但是你讲你足清楚嘛？检调站站分金来到下底，啥物人我都办。准着检察官硬要办了，敢办得了？无可能嘛！是到法务部，唔免到法务部啦，到地检署，干来到检察长遐，就好势啊，更唔免到检察总长。但是特侦组有共款无？无共哦。特侦组的特侦组的检察官，伊是直接会当对总统办案，所以才会步掉脚尾手尾就平错啊！啊，你搁敢把命单交予人吗？你搁敢官商勾结呢？唔是步掉你无食就有代志呢？你身躯边的人安怎食？安怎发包的？啊，谁那拢固定伊咧得标？谁那我标会着，你标会着？这民间干来甲阮投诉的了。你讲我做民意代表，标无着的啦吼，甲我讲这有问题，我接到案件就有够侪啊。啊，我啥物态度？我拢讲可能你是标无着，啊，所以你公报私仇，你意思讲对方标着有问题嘛吼？你讲梁家兄不是安尼哦，我标无着，我认了。但为什么都是那个人得标？哦，啊，拢无别人通标啊，你台湾拢无人啊。所以这个韩国瑜一个讲特侦组要恢复，伊毋是要求韩国的甲伊的团队、未来的团队安尼了，就要求所有的公职人员，这个公职人员文官也好，事务官也好，政务官也好，任何人你只要要搁塞书。官商勾结、包庇、按摩者、杀无赦，他摸拢袂使搞啊！一个袂使假释，乖甲死。这若无蒋经国当时这款的低端式用重点啊，若无哦，台湾真正互人家食甲好个个，出来民间，唔是讲我咧讲咧，是人民甲我讲，因看袂落。你南北二路，我今仔安尼台中、台北、台南安尼走就对啦吼。所接到这乡亲就是安尼，看甲心咧疼。但是安那，你讲，因无发言权，因无发言权，所以听到电视台讲出因的心声，伊就是拍波啊。我问你，韩国的今仔的政见发表，他们敢有彩排？有彩排吗？无啊，无。电视大家看到，大家现场规个大家嘿嘿就拍波啊！干那讲咧恢复特侦组安尼拍波啊！这意思是啥物？你敢知？意思就是讲，大家对即卖政府贪污，伊讲啊柯文哲讲的，柯比讲民进党赢起来人多数拢有贪污，当然深受多数无多数，那无食甲歹看，我相信赖清德无遮好当。会出来挑战蔡英文要选总统啦。嘛内底民进党内底嘛有人会看袂落去，你听无？但是检调你甲看卖，一个专门咧烧天的人，律师、御用的律师、特定人、
敌军派的敌军对象，安尼会当入去做法务部的处长，指挥全台湾的检察官。安尼我问你，这贪污的官司，你哪办得出来嘞？无可能。所以人民的愤怒，看听到韩国人讲要恢复敌军组，敌军组是无情的哦。敌军组是你韩国的总统，我有那肖像给你办哦，唔是总统就无办哦。所以敌军组遴选出来，这检察官就是有道德、有良心的检察官，真正捍卫台湾公平、自由、正义的最后一条风线，就是司法。是，结果这条风线若破，台湾就倒了。你看，伊个监察委员竟然去调门法官，你破马英九无做，你可能有问题。调来问，要恁惊着，啊，唔错，后边马英九的官司变作爱破有罪，民进党诶拢爱破无罪，啊来拢啊，国民党诶就甲破有罪，恢复过去。八二个门向南开，有理无钱你不进来，岂有处理？所以这是今仔台湾的悲哀。你看这种海口江车海人，恁这庄叫啥物庄啊？啊，中庄呢？中庄里呢？住伫海口呢？这李长因家啊，哦，这庄李长啊，庄明尧啊，这拢车俩人啊，车海人啊，足破事的。听着讲要恢复特征组，我奇怪。啊！恁抓鱼也跟特征组有关系啊？嗯，伊讲唔是，我要维持迄个正义。恁啥物人去做官两届啊？另你你若有机会去做官啊，同款。特征组你偷食就是海掠，哦。那阮的会官司，互恁食来食去，恁咧讲啥物话？哦，你咱当家讲笑话，因无咧听这套啦。对。所以，因哎，奇怪我嘛，你讲为啥物因较相信特征组咧？嗯。啊，谁那较无要相信即卖检察官咧？啊，现在案子办不下去啊。所以你就了解讲，人民内心迄个愤怒已经到巅峰了，高点。所以我认为韩国瑜因人这个机这几多安打，迄多安打哦，一支民心振奋，和韩国的当选特征组出来，贪污咱的血汗钱的人，一个一个拢爱甲收来，吃十块、吃一千块、吃一万块，拢总同款。嗯，迄拢人民的血汗钱。安尼台湾靠我，如果台湾这个贪污若无处理，我讲外国人嘛无要来投资啦，啥要来投资？嗯，哦，我都和恁官商勾结啦。恁、台湾人恁内部唔怕当官商勾结，是。人外国人啥物人要来？要来投资钱，来先上红包啊！要来有钱人，来先上红包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但刘干事啊，我们看到刚刚韩国瑜讲出特征组要让他恢复的时候呢，后来到了这个政见发表会，到了蔡英文的时候，他开始讲话变得支支吾吾的，他整个发言上面来说，他的格局完全就变小嘞。嗯，啊，算了，听到特征组的皮皮抽啊，你咧，已经嘛，咱韩国的声势起来啊，哼，啊，那特征组够成立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包括马英九去背单，啊，当伊差这三半，马英九有啥物，对不对？行啊！伊叫小兵啊！啊你换人，我讲兵来兵去，这真鱼啊爱食兵，四当换，四当换，我着随当甲你认出来。高雄谁呐？这三千几个认袂出来？谁呐？哪类干？哦，得接咱两百几个，谁呐查袂出来？因为无特征组，因为到遐，这重大案件特征组着当主动介入，即马到高雄遐，甲你切落几落案。一按七十几啊地，政府甲你淹袂一部分，我甲你讲，办到尾啊，一审谈判，二审减判，三审就离开二化。嗯，所以伊当然会惊啊，听到特征组伊较袂惊的。是，心中无邪不怕鬼啦。人讲心正手正不怕，心正不怕手硬吃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心态光明，暗色又升天啦。嗯。两头爱卖。白日的生理贵，有做歹代志的人，听了特征组，卡要收的比比错，卖讲听了特征组了，干那还翁牙出巡就对啦吼，嗯，伊就会惊，看看到心灵，伊就会惊的啦，啊，搁咧拜庙，所以我认为讲，蔡总统其实英男应该也当结婚，你听好无？嗯，对，英男的结婚的话，应该讲，我坚持也，我也坚持，我支持恢复特征组，嗯，哦，因为我刚才。刚刚上任，我们才上面哪个会标的？啊，无到底上面哪个特征组上会标的？嗯，啊，就是你啊。对啊，蔡英文，你哪卖个冲到个？今仔恁敢安尼大打架吗？是。所以冲掉了，
你现在听你要回复特侦组，伊就惊到脚尾手尾皮皮抓啦。有啊，我们注意到刚刚在龙介他自己在讲到，在中部地区那些那个渔民们，他们听到韩国瑜说到要恢复特侦组，每个人全部都在拍手。这也就代表说，韩国瑜他如果说能够恢复特侦组的话，他上任当总统之后恢复特侦组，那蔡英文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在蔡政府时代的一些肮脏事情想要藏，也藏不住了吧？因为现在哈，检察官是碰到蔡政府全面都会转弯。那我讲，你北检邢太昭他风评不错吧？苏正清案，我的朋友揭发的苏正清案，截至目前为止有没有传过苏正清？已经九个月了，办这个案子的要传的时候，传苏正清的时候，他调到桃园去了。我也讲过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，像包含私烟案第二波起诉，第一波、第二波起诉，好，请问一下，还有没有第三波？然后其他碰到总统府的可以用，如果蔡英文连任就不会有第三波啦。哎，对，不，你不要说蔡英文连任，蔡英文纵然没有连任，林佳如，我在节目上我也讲，他买了多少条，结果是罚款，有没有起诉？没有，没有嘛。然后他的内卫室、外卫室的主任有没有起诉？没有，都是罚款呢、啊。反而是承办官员被判的非常的不，被求刑的非常的重。各位想想看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好，吴宗宪他们没买几条嘛，但是他只不过是承办人员，一定是上面长官教他做的。结果呢，他们现在天天跑法院。这个完了，我讲风电两兆，韩国瑜讲的还算轻松。我的朋友真的是评估给我看了以后，说应该是2.5兆，因为这个里面他还有维修折旧，你通通算进去的话，不得了哎！维修，我请问一下。风电系统为什么都是新潮流的？请你告诉我，这个是不是系统性贪污？我们曾经公布过那么多家公司，从彰化一路到屏东，我们公布那么多的公司，请问特侦组不？请问相关单位敢不敢办？不敢办嘛？不敢办。好，你说离岛风电设施，一个离岛我们花了12亿。结果呢，你回收成本只有1.2亿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这样对云林，那你这样子对那个彰化合理吗？况且每一家公司都是绑的，然后白手套都是由新潮流人士成立的公司负责牵线。那这种是不是系统性贪污？陈明文我们不用讲了，蔡必忠那些我们通通不用讲了。我跟你讲，蔡必忠是号称刘赤王，为什么法务部的政务次长可以大拉拉的帮政治人物说话，大拉拉的哦，毫不避讳。这个除了是东厂以外，他更重要，他是东厂的督工，所谓督工的话就是大宦官。好，这个完了，杨慧如网军，各位不要小看杨慧如网军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只有杨慧如一个网军吗？陈其迈呢？那我已经公布了，灭韩三部曲就是陈其迈发动的嘛。那请问他处理了没有？好，8800亿的前瞻计划我们不讲，我再讲一个庆富案。请问庆富案办到现在，高雄市政府办过谁？只是办了庆富的董事长跟他儿子跟他家人嘛。是，所以我们看这些案子，如果没有特侦组能够摒除政治压力办的话，你交给地方的检察署去办，他办得出来，梦想吧。但文三伯啊，我们看到刚刚谢龙介跟我们连线的时候，龙盖胜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中，在日南那个地方，已经很海边的地方，是林嘉欣他的那个选区，那边渔民居多。但渔民一听到韩国瑜说要恢复特侦组，每个人都拍手喊赞啊。但最重要一点是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发现到日子过得并不好啊。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真相的话，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很多事情都已经好像被蔡英文完全掩盖住。
没有特政组，东西完全没有办法水落石出。哎，那个有华哥不是无办呐，高雄还有一个高雄银行爱办的啦，不是无办呐。韩国进外银，你敢知道？将伊接这个镜头哦，甲咱所有全部咱高雄的乡亲时代，甲恁做一个报告。韩国不是无医生呐，医生去到迄个地检署的时阵拍摄。他的案告反告什么程度？侦查不公 开，他不是不办，他是办进步案，还有内雷建案，还有很多很多的，包括所有一些工程，他整个检验的部分会不会有问题？就他们都是要办，但是查告这个程度一定在医生嘛，伊只有调查权嘛，伊无他没有侦查权嘛，所以这就是高雄市政府输东西，伊有医生，伊真正有医生，这嘛是高雄市民过去。2018年要翻转高雄，嘛是对你韩国瑜有一个期待，要对你韩国瑜期待，要了解高雄是安怎栽种才困难，高雄的路是安怎遐尼失败，高雄的建设是安怎遐尼停滞不前，遮济代志，因家己本身因拢作清楚，庆富案、气爆案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痛。还有，我也希望韩国瑜不只要办这些南向政策。各种沿外东南亚的补助卡，我希望你要彻底的查清楚，不计较、哦。还有，吃饱无代志做，吃穿领用，遐政务官，遐为了特定政党服务的这些政务官，不做事的政务官，我就直接点名陈吉仲，你一定要查。所有的补助案不是安尼补助，明仔载火花生龙，我遐听看人讲什么心声。我告诉你啦，刚哥。很多的补助案，包括药资买卖去蛋头角遐个代志，啊，佫毋是遐尔，补助渔民啊，渔民啊是爱你补助吗？前早就甲你讲，你食饱，你面本身你得爱有去规划能力，三路三零三迄个通路，三家问题你也甲你管控，你这家己本身这无用的政务官，今天不是要为谁服务？今天你若既然是食君之禄，你就奉君之忧，你连阮百姓税金，你当然来替阮百姓去设想，这政务官。所有的政务官这个体系系统，你不查清楚，你对百姓同样没有办法交代。这些肥猫肥车的政策同样落实出来，告诉百姓现在的百姓有多无奈，他们一尖两尖的啃，遐啲高官，遐那个高官呢、啊？高，我说高低的高不是狗官哦，高官，还有这些权贵，假钱捏人家，肥猫肥猪猪，假到贵，真捏到过了百万。你想，你还敢有天良吗？国家你也敢话好，勉强相信你。但是，蔡政府直接嘛要甲你做一个报告。所以，有咱这行政人员，我希望恁良心赶紧站出来，吼，坦白从宽，尽快紧把代志逼逼出来，转做污点证人。这个我当时在呼吁杨鹤鲁，看起来办不到，办不到。但是政务官，你真的你要跟你好好去想。如果韩国有恢复恢复特征组，它是有其他的道理，因为我们百姓庶民百姓都希望有一个联能的政府。对，联能的政府是干什么？替百姓过财产，替百姓过福利，替百姓过权益，好个有百姓万无一有法律受到无平等的对待，上面替百姓主张，还是要有一个联能的政府，大有为的政府。特征组的功能在这里，要给你这不良的政务官，而且实际从事这个。政治的人员告诉你们，你袂使做歹代志，做歹代志啊！我后边要一个上方保监一直等你，你若唔听话，歹势依法行事，该安怎做就安怎办。所以特征组成立的这个目的，我也希望，我也建议韩国瑜不只要查这些，还要查媒体哦。为什么这样子？这些媒体没有行使他的第四权，没有去监督政府，还在监督在野党。在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还是有牵扯到很大的利益？这代志百姓拢要想要知，百姓拢想要清楚，百姓想要了解，百姓有知的权利，因为你也是我的税金。